一日最衰都係你。尋日又話晶晶淨係跌咗個電話，一電話又冇，晶晶又冇，有啲咩事啊？揾啲市民啊！阿爹，點啊？揾唔揾到啊？揾唔到啊！左志叫我匯合你哋先啊，佢繼續揾。小弟點喺度嘅？佢成日喺呢頭執垃圾，話唔定見過晶晶，問下佢咯。小弟點？我係神仙緊追，你哋都見到我，唔通你哋又係神仙？小弟點啊？你昨天有沒有見過這個女仔？誰來的啫？小記Lima，她是你粉絲來的，昨天她特意來這裡找你簽名，你認不認得她？你不要騙我，我認得她啊，索腿天后嘛，我昨天見到她啊。你昨天真的見過她？我昨天就隱了形，見到她走過，後面啊仲有一個鹹濕佬跟住佢添啊！咁嗰個鹹濕佬係咪真係支拐杖㗎？哎呀，佢啊係三腳怪嚟㗎！咁佢之後去咗邊度？去咗嗰度啊！我呢邊咧，有血迹啊！睇下，晶晶，喂，跟住啲血迹揾下啦。啲血迹嚟到呢一度冇晒嘅，下面有个引水洞啊！你當我殺人狂咩？我係唔想喺開庭之前接埋信紙啊！而家手機嗰段片冇咗啦，佢冇證據啦。佢出到嚟講咩得把口講嘅啫，錯過唔入嘅。特別新聞報導：警方下午喺長沙灣一條下水道發現一具女性屍體，死者何麗晶失蹤咗十五個鐘頭後。被發現該處，抹曬所有嘅嘢，唔使去嗰度。初步列為空白案處理。
有紧要事揾你啊！张伯奇先生，重案组督察黄华，你涉嫌同一单谋杀案有关，我哋而家正式拘捕你。谋杀案？呢张系法庭嘅搜查令，唔该你合作。我最愿意同警方合作噶，随便。你识唔识呢一个人？咦，佢咪系嗰日跟住喺索腿天后尾嗰个三脚怪嚟噶？索腿天后，咪即系死者咯。我唱歌好好听噶，星空里万物。小姐，小姐，呢度系差馆啊，唔系馆啊。哥，麻烦帮你签名，落翻嚟签名先啦，帮你签个名，同佢哋签个名。真系啊？真噶真噶，麻烦帮我签个名啊。又好，小心。见系你啫。边度？怪怪怪，喺呢度签个名啊。王 Sir， 拉到张柏奇未啊？带翻嚟啊！手足帮我攞翻口供。有冇证据证明佢系真凶啊？我哋问过酒窖嘅郭老板，佢话案发当晚张柏奇的确揾过佢，而何丽贞亦都喺现场。仲有，郑志华见到个商人做紧啲唔见得光嘅嘢，仲用手机拍低咗，搵唔搵到电话？电话咧？我哋现场搵匀晒都唔见。个 P K 啊，捉我索到天后啊，个电话一定攞埋啦。小琪念咧，佢虽然精神有问题。但佢一眼就認得上衰人個樣子，佢認得佢啊！阿爹冇用噶，法庭唔會咁睇噶。咁你唔信唔信王明？我哋搜查過張柏奇屋企，發現案發當晚佢著過嗰件恤衫粒袖口紐係俾人扯甩過，而死者手上亦正正揸住粒同款嘅袖口紐，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死者係同張柏奇爭執扯甩嘅。咁晶晶佢點死噶？我去到現場見到成地都係血，佢唔係啱啱俾人打死噶？根據法醫驗屍嘅報告。死者後腦確實有被寵物襲擊的跡象，但係冇失血過多或者頭骨碎裂的跡象，反而因為受到重擊之後，腦部積聚淤血，引致腦栓塞失救致死，亦即係話腦中風。王 Sir， 你嘅意思係 PK 未必係有心殺人，晶晶嘅死可能係出乎意料之外。的確有咁嘅可能，因為死者服屍嘅環境證實佢被困引水道嗰段時間係有甦醒過。張柏奇，你個衰人！喂不過憑環境證據都足以起訴張柏奇謀殺㗎啦，真係可以覺得佢係咁嘅點？直接會翻山咩？阿爹，爹，喂，爹，阿爹，去邊啫？阿爹，俾佢冷靜下。